他们真的买了个道具过来了。哇，哎呀，你今天表现有点虚。你试一下，你试一下，不要放弃。这个人能暴动吗？怎么？等一下。有谁买道具？这多少斤？这多少斤？80。80斤。哦，哎呦，重，有可能，有可能。80斤。哎，他的肉好像分布很均匀，就上下都重。他买了个80斤的假人，天哪，这，所以呢？所以我们经常看到巴西柔术里面有很帅的摔人动作。要把打人打得叫出来是吗？你打叫出去吧，那吓死了。太难了。所以景瑜老师今天能不能用假人帮我们示范一下，就是那个很帅的那种摔人动作？过肩摔。对，过肩摔。好呀。这可以吗？这可以。80斤过肩摔。可以，80斤可以。你的表情要多少？80斤吗？有没有更重？我要把它摔到哪去呢？等一下，我不行了，他说把它摔到哪去？这些都扛砸不？不要摔出话。对，不要摔出话。哦，我离得远一点啊。这很重哎。很重很重。80斤。假人，哎呀，我第一次。你摔假人就摔真人是吧？个儿太矮了，我不太习惯。哇，厉害！这个动作不利索，我重新来。等一下，你刚刚好像很轻松，轻巧就过来了，对，很轻巧就过来了。你仔细看一下，来，你知道吗？这个很重，我抱抱起来。他刚刚说不行，不够利索，还要再来一次。哇！你们直播间真是气，我帅个假人都有掌握。等一下，你让我试一下。我看薇娅两个袖子已经撸起来了。地板在震动，刚才。不是，我看着好像很简单，来试一下。要不我们上几个来试，怎么摔？你先在这一边。这边，这样子。你这样，我告诉你们，手抓住它。这样子。喘，这把抱住它的就背，20拉紧，然后把你的屁股顶到它的胯上，然后把它压到身上，把手拉住。好。哇塞，厉害。这样子，你要把它重量放到你身上，屁股啊，你这个重心，你要把屁股顶上，对，把屁股顶上，然后呢，把它的重量放到你的身上，好，然后呢，然后把闪都不讲，这谁安排的这个过肩摔？哎，你别笑，你来，好，你来，等一下，你用力的，你现在重心，你现在重心太靠后，容易自己把重心放前面，是啊，重心放前面，然后把它拉到你的身上。放到你屁股上，来，你笑我，你试试看，你别很简单，你试试看，来，不是你试下80斤的假人，80斤，哎，成功举起来了，来，他脸红了，来，删，哎呀，你这小特别帅，今天把他放掉，特别。你这有一说一，确实蛮重的，你这是把他给撂了。哦，脸都红了。这个是锦瑜，你是不是最开始的话就是要有练习的，还是说？我们摔过假人，我就是摔真人啊。因为我们练没有这个东西，这东西挺贵的，锦瑜管理买不起的。你们管是有经费是有多有限的？我们管其实也挺难的。哎，其实我看了刚才，我觉得太轻松了，假人，我觉得不太过瘾。要不我们上真人来？好哎，真来真人啊，谁啊？来，真人来了。你来，他说好，还是我？我来，凯子。哇，凯子，你装备装好。等一下，凯子，你比浩浩是不是重一点？我比他重10几斤。那凯子上来，要多高？我182，然后是148斤。你这腰带太长了，还是有点长。你还穿了很专业的服装啊？是，我要穿的。对，182，多重？148斤。148斤是吗？那这样啊，我们上个垫子嘛，为了保护一下，我们这是经过专业训练啊，在直播前不要模仿啊。对，专业动作请勿模仿。上个因为那个锦瑜是有专业训练过的，所以说没有受过专业训练的不要去模仿。海风哥上那就完了，受有点这又啊，然后呢？所以就你刚才要摔他呀？你刚刚不说要来真人吗？我就是那么一说呀，我都准备好了。这个哎，我跟你说，这个着地的这个距离啊很小，我怕你飞出去。小伙子比较硬。说小伙子比较硬了。哎，我们可以从这个角度，可以这样去。那这样子看到吗？等下记得这样说话了，我记得。扛造吗？往下来一点。我看怎么才能办。他手机里有人说话。可以。看一下手机。那我需要模仿那个人的动作吗？你不用，你就站着就好了。我先可以接摔的。你是模可以，你是模仿一个犯罪分子。然后那个锦瑜是要过肩摔，假装挟持，你假装要打他，你要打他，这能看到吗？这能可以转过来点。等一下，偏了，等一点说话了，好，镜头来了，偏一下，镜头来了，好，准备，好像是个坏人，镜头来了，坏人来了，给我上去，我上去，让他摔他。你刚刚说你是很硬朗的。
我说我是坏人，我还没说完，我就哎，天花板在哪？你刚刚说什么？你说我很硬啊？对啊。然后瞬间你躺在地上那个眼神，没有完全落到垫子上吗？对，量了一下，就是没问题。哇，真的很快，太帅了！直接坐那个过山车，再来一次，对，这里瞬间失去重心。不，那个旁边谁要喊再来一次？谁？胖子说再来一次。这个真的太厉害，全部在说，真的好厉害。我哎，你看我们现在这边其实女生多，对不对？今天我们这么多女生过来是要干嘛呢？哎，我觉得我们可以学一下。看锦鱼了啊！我觉得可以学一下，因为那个就女子防身术嘛。这是我第二句话，你抄我台词了是吧？刘慧宇，我觉得要不要你来学一下？啊，你换一个女生上吧，我是主持人。那个，我觉得是很多女生啊，就是大家可以学一下，就有没有什么防身术什么的教女生的？比如说后面有男生过来，哎，拍他一下，或者把他肩膀拽一下，有没有什么简单几招？对，有，但是我觉得你就是如果就光从这个直播你看几招，你回去不练的话，你很容易膨胀，盲目自信，然后他就觉得膨胀。我其实练过，没关系，有人过来拍，哎，怎么样，上去，哎，被吓了。其实说，哎，你要得练，你练的话，你会看了我们就有点膨胀，说，哎，我看了我就学会了。那有没有什么简单的方法？比如说，万一遇到坏人的话。有简单的，比如说，那你是一个女生，你最怕那个坏人怎么样你？坏人怎么样我？就拉啊，肯定是拉呀，不是拉胳膊。走，怎么拉拉拉的那种？我可以当个假人示范，不是假人。又假人？现在我才是那个女生。你是男生，你怎么拍女生了？你好，哎，小姑娘。哎，你想，你可以来了。现在我是一特妖艳一美女在这儿，现在就是特喜欢我。披一个妖艳美女上去，用了一个不好的搭讪方式，来吧，别动手，你谁来这样走一下？哎，其实这样你跑就好了，如果有人这样，你就不好意思跑就好了。啊，就比如说我碰到腰了，嗯，拽胳膊，要帮他上车。你现在是一个四活，对方是美艳的妖艳，拉着走，你要把他拉着，你现在看他，就这样拉着走了，然后要说，嘿，美女，现在如果是。你真的太不流氓了！来上流氓的，来上流氓的，流氓的来！哎，小姑娘，要不要跟我走啊？神经病啊你！少女，来再来一个，我们再来一个，再来一个，我怕他打我。这流氓有点娇小了。流氓，流氓胆子很大，你瞧瞧啊！哎，走啊，美女，走！哎，这个时候，如果有人拉你的时候，我跟你说，这个手臂是怎么也拉不住的。如果是手腕和手臂，你可以把你的这个，你的手的这个方向啊，永远对着他的虎口，永远都抓不出来。你任何角度，你用力抓，然后我转过来就出来了。哦，因为手指头这里是分开，而且你这样往上一抬就出来了。哎，换个方式，走，来，等一下，就是任何方式，其实都抓不住手的，是不是？哦，什么烂名？还反着啊？不是，这你来，还是出来了。你们再试一下，等一下，我抓你是吧？你让我抓，我抓你，让你释放感，走。这样，往回拉就好了。再试一下，来，一二三。这就是说膨胀，你知道吗？容易是不是很容易膨胀的？我刚刚自认为我学会了，后来发现并没有。你别笑。你来试试看，就大哥有什么诀窍？我怎么叫转动呢？对，你这样啊，你看，你拉我的时候，你拉我的时候，你看我是往上抬，就抬出来了，你手上住的，所以我抓你，你往上放。哦，就不要扭它，对，别扭，就抓住你往上抬。我刚刚看到评论里面还有人在问说，如果女生被掐住脖子的时候怎么反击？被掐脖子，男生掐脖子分好多种。如果你被抵到墙上，或者是你在这个，那是壁咚吧？如果是在这样掐的话，我想一下，你在后背的话啊，掐一下啊，那我就试一下，其实这样掐就掐不出去，你憋着就好了。没错，就你刚才不是，我觉得刚才过肩摔，我这样吧，上专业，因为海子也是不会的，对，然后体育老师示范不过来，对，要不请教练好，来教练来，我们专业教练。哇，你今天是有哇。所以我们有个是这样，你好，来这边来一点，对，那这样啊，就那个黄老师教，然后我跟那个女教练，我们也示范一下，我学一下，可以，来。来，老师到这边来，就真的可以学起来了。内容是，你教内容就是他去掐你脖子怎么办？啊，掐我脖子，掐脖子其实就是把，还有摔，如果这样。我现在镜头看。啊，他的这个手特别大，特别有力，掐的特别的，我已经有点缺氧的感觉。没关系。
然后这个如果是在柔术里面是要把他摔倒的，因为正常没有人会那么掐，那么掐你直接踢他蛋就好了。如果是街头嘛，但是如果你说非要是要讲技术的话，就可以这样把他抱起来，然后把他摔出去，这样摔出去。哇！直接就摔下来了。对，完了，我膨胀了，我觉得我学会了。来，真的假的？别碰上，薇娅。嗨，就这样吗？啊，就是这样。对，但是女生可能会好一点，男生的话，我估计相当于遇到像凯那样子。男生肯定，我觉得女生。对付男生还是用一些小技巧，什么擦个眼睛啊，打下鼻子、啊，真的，我就擦眼睛喷雾那个防狼喷雾。黄老师，我们刚来直播间说，黄老师经过专业的训练，然后教我们怎么样防身术，他来一个擦个眼睛，戳一下鼻孔。你把一些学一圈之后，发现你还是这些最好用。如果碰到一个紧急情况，哎，那也可不可以可不可以用眼神杀死他？可以啊。你要给我示范一下。最后，如果有人过来，有一个强盗过来说：“哎，小姑娘站在那儿。”然后你就眼神杀死他，你就这样看着他。最后的结果就是挨耳光。你看什么看？啊！就所以说，偶像剧里面有眼神杀他，一先来危险上，哼，绝对是假。那一定是，我觉得肯定会挨拳头啊。这个他们感谢黄老师教了我们很多，对，学到很多。对，那要不我们就做歇息一会儿。谢谢。